呀，大家约啦，哎呀，公达啦啦啦。我小时候是在云林古坑的草岭乡下长大的啊。我在草岭，你看我在小学五年级，我才有机会来到斗六，我才知道是街道连在一起的。在走街道说，哎，这走过去怎么会从别的地方给绕回来？哦，原来街道是相通的。哦，你看多么的土啊！所以唯一在草岭乡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接触到外界的啊，而且获得一些这个知识性的这一种这个来源，就是看布袋戏。我喜欢读古文，喜欢读历史，喜欢读传记，也衍生我对布袋戏的兴趣。我最喜欢还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啊，《三国演义》里面的描述的这些啊，里面啊，这个尤其《三国演义》是这个。这个罗贯中写的，他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有一点点跟《三国志》里面的内容有一些差异的啊。那不管怎么样子，我都把它当成是真的。像这一种艺术的东西，我们都一直希望能够给它做一点，台湾给它留下来，让一些年轻的布袋戏的、歌仔戏、戏曲的、歌曲的啊，这一种原来台湾特有的这种。特色的地方的这一种特色能够来做保留我慢慢会老，我现在62岁了嘛，慢慢会朝向花一点时间来做这一些真的自己觉得很好玩的事情。